If you walk the streets of Beijing or Shanghai today, you might see someone wearing a long silky robe like this, or maybe like this. Recently,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reviving Hanfu,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the Han people. This recent trend of wea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has been coined the Hanfu movement. But those part of the Hanfu movement are still a small minority. What do normal Chinese people think about Hanfu? Would they be willing to wear Hanfu in public? Our Asian Boss reporter Lucia took to the streets of Shanghai to find out.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解释一下汉服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就是在清朝入关之前，汉族的传统服饰。应该是一种中国传统传统文化的传承吧。那你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就是别人穿汉服走在路上？有看到过呀，有很多小姐姐穿的蛮漂亮的。那你的感觉是什么？看到他们穿汉服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好像有点不太方便吧。羡慕吗？觉得好看，有的时候还会拍人家照片。对。 如果说是可能在比较小的一些城市的话，会觉得好奇特呀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在上海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做这样的一个活动。你们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服饰，它明明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保留下来的东西，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穿这个走在路上会觉得尴尬，而不是会觉得自豪呢？你们觉得是为什么？ 因为这汉服就是它首先不方便，然后很少有人会去穿它。汉服有点繁琐，就穿的话你走在街上可能会有点不方便的时候。这样。你大概一年会有几次穿这个中国的传统服饰啊？我还没有穿过。一次，两次，很少。一两次吧。差不多吧。以前没穿过。从来没有穿过吗？没穿过。没有，没穿过。为什么呢？没有机会。 所以有机会的话，你想不想试一下？想呀。那如果今天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挑战，付给你30美元，然后希望你就穿一下我们的汉服走在路上的话，您现在有这个时间，愿意吗？不用了。好呀，好，好，我那就尝试一次吧。OK， 很感谢你，等会我们就一起来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好了。不客气，谢谢。 一般的话，我们这边是汉服体验，就是像很多没有穿过的，就过来挑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我们会给他做一个整体的造型，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多这些场景可以自己拍照体验一下。嗯，对，然后也可以穿出去玩。我们可能很多观众是外国人，还不那么了解汉服，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汉服？然后汉服背后有哪些历史呢？那汉服的全称呢是传统服饰。然后呢，汉服是起源于我们古代的一个皇帝，然后到那个明末清初的一个时候，它也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这2年反而汉服会越来越流行了呢？啊，因为90后长大了，也是为了复兴我们汉族一个传统服饰嘛。嗯。 你觉得怎么样？今天这身好漂亮啊！你觉得这个感受现在穿什么感觉？我觉得很满意，非常满意。第一次尝试这个，很新颖，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汉服很漂亮。然后我以为穿着它会很热，但是并没有。那试一试，我们现在就去外面看一下路人们对我们三位漂亮的这个汉服实验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吧。 路上有人这样穿吗？对啊，看到很多次了。很多。有啊，我。他就穿过，好看呀。超美，对不对？对对对。那你们看到什么感觉？蛮热的。没有任何感觉。挺吸引的呀。
我没有任何感觉啊。那所以您希望更多的人把这个记起来吗？还是您也无所谓？嗯，看喜欢吧，也不要跟风什么的，因为现在就像前段时间杭州那边西湖什么拍抖音啊什么很多，其实要么就是穿的不正规的，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跟风起来的。我觉得不会起恢复文化这个作用。嗯，我也觉得，因为并不实用。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首先要让年轻人觉得好玩的很有趣，就是很想要去能够穿这个衣服，然后才能弘扬文化嘛。我觉得嘛，稍微能起到一点，因为如果说真正想要达到那种效果的话，我说实在的，我感觉他们鞋子和衣服不配。可是如果鞋子搭配出来，妈呀，那简直从古代穿过来的，穿越了吗？最起码衣服也差不多了，最起码咱们中国的特色，可以了。那你今天穿这个走在路上，你觉得路人对你是什么反应？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没有那种特别盯着你去看的那种感觉。这两年开始吧，我觉得就是也挺普遍的，就挺火的嘛，带火了，网上把它带火了嘛。现在我觉得，所以没有什么很多人就是很好奇什么看，一直盯着我们看。我觉得有些人觉得稀奇，有些人就很平常嘛。大多数人看一眼就过去了嘛，但也有人就是拿出手机来拍了嘛。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会有很多人回头的那种，但是大家就是已经开始接受了嘛，不太觉得很稀奇。所以我相信还是这个还有很多朋友他们想要去尝试这样的衣服，但是却可能有点害怕。对，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就是如果真正喜欢汉服混文化嘛，就是大家可以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今天尝试一下，对吧？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穿出来，真的很，就是我穿着的话是很舒服的。大胆尝试吧，多拍一点好看照片，以后老了留着看一下嘛。多发点朋友圈。对，多发点朋友圈。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放开心态去接受这个事情吧。如果喜欢的话，就是这种东西还是看自己的心情，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况且大家现在的接受度也更高了。